好，在这边呢，它的 diagram 是有三个四边形，A B C D P Q R S 跟 P T U V。然后接着呢，它在这一边，它说 T 是减五减二，然后 R 是 reflection in the line，x 等于五。这一个东西其实是在我们的那个 Form Five Chapter 五的那个部分，OK，我们的 transformation。tessellation 跟 transformation 那一边的，so T 的话呢，so 它在这一边，它说 Q 经过 T，Q 在这一边经过 T，T 是什么呢？T 是减五减二，向后走五，一二三四五减二一二，so 我拿到的是减一二，so 它的这一个的答案是减一二。RT 是什么东西呢？RT 的话呢，我们要知道 RT 的话，我是先做 T 再做 R，OK，我先做 T 再做 R。So 我们有 x y 的时候，我是先做后面的，再做前面的，先做 t 再做 r。So 我先做 t，刚刚已经做 t 了，然后这 r 是 reflection x 等于 e，x 等于 e 是这一条线，x 等于 e 是我们的这一条线，OK，x 等于 e 是这一条线。So 它现在要的是 reflection in 这一条线，这边 x 等于 e 这条线。所以我的这一边呢，我就可以看这边来这边一格两格，来这边一格两格，所以它会变成三二，所以它答案是三二。OK，好，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再来看 B 的部分。他说 A B C D 是 combined transformation W V，所以他先做 V，再做 W。So P T U V 是 image of A B C D，所以原本呢是 A B C D，A B C D 是原本的，A B C D 是原本的，所以这个是 object。然后 P T U V 是它的那个变出来的。OK，PTUV 是它变出来的。OK，这个是它 image。So 它其实是通过两次来变。So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，我从这一边变来这一边，我从这个变来这个，我从这个变来这个的时候呢，它其实是location。OK，So location 的话呢，你要讲它的 center 在哪里，然后你还要讲它的那个这个我知道它是90度。然后它是顺时 clockwise，然后就是它的 center 在哪里？它的 center 怎样找呢？你就它的原本的 A 的那一个垂直平分线，你找 A 的垂直平分线，A 的垂直平分线是在这一边，OK，你把 A 的垂直平分线画出来，OK，so A 的那个 perpendicular bisector，你画 A 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出来，OK，这个是 A 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。然后过后呢，你可以拿 B 对的是或者是 C 对的是 R，所以 C 跟 R 这一边呢，我就 C 跟 R 之间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，OK，我画 C 跟 R 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so 它是在这一边，OK，so 它的这一个 center of rotation 是这一个零逗号二，so 它的答案是什么？Rotation clockwise 90度 at point center，OK 02，OK 好，然后接着呢，它这一个是放大，放大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要知道它多少倍，它原本是 e 变成二，所以它这一个呢是 enlargement，然后scale factor，OK，K 等于二，然后它 center 呢是在 P，P 是这个点，E 逗号五，OK，E 逗号五，所以它是 P E 逗号五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的是 enlargement scale factor 二 at point P E 逗号五，好，然后接着它告诉我 area of shaded region 是24，然后它叫你找 A B C D 的 area，所以你就让 A B C D 的 area 是 x，OK，然后这个是24。然后在这一边是24，这个是 x，so 我的 area of A B C D 我给它是 x，然后我的 area shaded region 是24，所以我的 area of 那个这边也是 x，我的那个 R T U V 呢会是 x 加24。我们要知道我的 area of image 等于 k square 乘以 area of object。我的 area of image 这个是我的 area of object，OK，这个是我的 area of image，OK，所以我的 area of image 是 x 加24等于 k square，k 是二，二 square，
然后 x 二 square 是 4x 等于 x 加24，我把它翻过来，24等于 3x，然后 x 等于 8cm square。So 我的 area of ABCD 会是等于 8cm square。So 我知道这个是8，这个8加4，24，32，32是2 square 乘 8，OK，4832，对，OK，好，这一个就是它答案了。所以它的答案是 x 等于8，这样，OK。